风男万女为情苦，万般连登求不得，借问桃花在何处，烦恼牵线结良缘。世间男女拢向往真挚的爱情，渴望有一个情投意合，能夫妻夫随，同甘共苦，牵手共度一生的伴侣。但要在茫茫人海中找了对的人，无简单，就要靠有东方爱神号称的月下老人穿越千里，化越重重阻碍，牵起双方的缘分。这位红光满面、留着一面白嘴手的慈祥长者，甲伊照着皎洁的月光，翻越这名为昏毒的姻缘簿，找出姻缘奇迹的失婚男女，用一条红线下着两人的脚，配对成双，令天下有情人，皆能终成眷属。红线连系，唔也是两粒相知、相惜、相爱的心，更是一份相伴、相守的承诺与责任。缔结一段又一段永恒不朽的佳话。众神在民间，故事代代传。欢迎收看《风神榜神之传说》，我那拢人的故事。上一集咱讲到，红子河用真侪时间才清楚代志的缘由，原来是元老一时的疏忽，将红线放唔对所在，结果不但伫伊甲太太的小腿洗了一连过一连。也因为白家伤过硬，造成两个人的气血未通，所以夫妻才会呛啊，生出怒火，一天到暗差未煞。红子河感觉无奈，搁生气，面臭臭对元老讲：“你这个先生到底是安怎做的？这种代志安怎会当出差错呢？你敢知影？你不但害阮夫妻失和。”差家全家无安宁的日子，甚至有差一点啊买离缘的念头。你差一点啊，就造成一场的悲剧。你真正是岂有此理啊！元老爷觉得十分过意不去，因此面皮微微泛红，无好意思地讲：“确实是我唔对。”我向你赔不是，我现在就将红线解回来。话音拄落，元老便动手将一对人红啊上的红线透开，重新绑在脚腕上。接着，换作元老举着面枪教训红子河说：“绑唔着的红线虽然影响了气血运行。”可是你的头壳仍然是清楚的，无丧失理智。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不知影爱互相包容、各退一步的道理？非着爱甲恁家娘仔伫口子上争输赢，争赢了，你有较欢喜吗？夫妻的感情反而搁较差了，安尼有价值吗？所以你莫将责任全部怪罪到我的头壳顶，你家己的脾气也爱改一下。凡事唔通太过计较，爱放宽心，爱学会转念，唔通定时抱着偏爱的心态，刻意扭曲别人讲的话，讲话之前加想一下，想件事敢是适当。敢会伤着人的心，也那无习性唔改，即使红线拔掉啊，恁夫妻依旧会吵到未完未散。红子河被元老教训到满面焦红，感觉相当羞愧，不停地点头称是。这个时候，一位老道长的声音又传来了，伊对红子河说。代志已经解决了，你该走啊！红子河赶紧向元老行礼道别，随后摕着双眼
真紧便感觉到身躯再度飘了起来，一直到了道长再次出声，洪子豪随即踢开目睭一看，看到家己居然徛伫家己厝一大门口，伊马上连行带走的入到厝内，找找车主玉华的身影，去了一个无留神，伊踢到了火灯，当当的摔了一倒，也昏了过去。唔知影过了偌久，洪子豪才发觉车主正咧摇醒伊，当时话讲卖困啊，赶紧起来吃暗饭。伊立刻清醒过来，发觉家己竟然好端端的坐伫书房的椅仔顶困去啊！洪子豪一面疑惑地问：“我怎样会伫这搭？我唔是才拄为泰山回来吗？”玉华听了，忍不住噗嗤一笑，笑着回说：“是啊，你伫梦中由泰山回来啊，好耍吗？”我讲吼，冤家究竟甲你讲了什么，互你规头壳拢想着要去泰山，也一回来到厝就咧看地图，看甲直接拄加多，你拢唔惊吹着风？会刮到感冒，这番话那是之前的洪子豪听了，肯定会认为车主是故意在踢笑伊。但伊有记得元老的叮咛，这一回无过去钻牛角尖，自然无感觉话中有半点恶意，反而感受到车主是在关心伊，心情紧着愉快作些，然后。洪子豪起身将玉华持担椅仔顶坐落，掀起伊的裙摆，看到伊的小腿上果然有几落道幼幼的索痕，无斟酌看，真难发现。洪子豪的举动，让玉华感到见笑不已，便嗲声嗲气地说：“你在创什么啦？那是予人看到了，有我歹势啊！”洪子豪才袂在意咧，伊个面上全是笑意，伊知影家己遭遇个一切毋是梦，是元老特别咧提点伊夫妻个相处之道。相处之后，因相亲相爱，再也无闹脾气，起口角争执。每一个爸母拢希望囝会当找到适合家己个伴。有幸福美满的一面，所以有人会亲像玉华的父亲同一款，在结婚之前找人替新人下拜仪，看是不是会相克。有的人坚持一定要门当户对，上介好是富贵的人家才愿意进行婚嫁。可是这些条件拢未当保证婚姻一定的幸福。因为婚姻幸福关键是双方的想法和感情爱会当互相来契合。刷下来的故事会讲到，伫个大理国，国王有三个查囡，上细汉的查囡生得亲像地花，遮尔尊贵，阁真水，得到国王上介济疼爱，大家拢称呼伊是地花公主。地花公主已经十七岁啊。国王要替伊找一个好红婿，地花公主真欢喜，嘛真紧张，唔知影父亲会替伊选择什么款的对象。国王最后选择了宰相的大公主，成为地花公主的驸马，之后才叫来公主询问：“如你。”你欢喜吗？满意吗？公主无正面回答，也反问父亲：“为什么是宰相的大公主？”国王便回说：“你是高贵的公主，普通人家的子弟配不上你。只有宰相的大公主，不但相貌英俊，厝内又非常富有，你嫁予伊。”
会当一世人拢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，唔免为三顿奔波，我才会当放心。地花公主听了，无阁表示意见，因为伊知影宰相的大公主是一个阿舍子弟，品行真差，伊一点啊拢无想要嫁乎这种人。但是父亲决定好的代志，伊根本改变不了，伊只会当祈求上天出现奇迹，扭转家己的命运。完了，感应到了，就托梦予地火公主，甲伊讲：问阿仔，你的父王会安排你甲迄位大公主相见，你无论如何拢爱拒绝，不管你的父王怎样硬软兼施会逼迫你，伊拢袂使答应这门亲事。然后，元老提出一条红线，交予地火公主，接着讲：只要将这条红线绑在水牛的牛角上，再骑上水牛，水牛就会为你指引方向，带你找到真正属于你的姻缘。元老讲完话后，便消失了身影，公主也为梦中惊醒。伊踢开手掌，看到果真有一条红线，就下定决心，伊要勇敢地争取家己的幸福。所以，地花公主将家己关伫房间内，讲什么拢无愿意甲大公主见面，和宰相白囝食了闭门羹。国王也觉得面上的面子挂袂掉，国王真生气，便将地花公主找来了解原因。地花公主赶紧提出红线给父亲看，当时将梦中的情景转达给父亲。不料国王一听，更加愤怒了，气到火冒三丈，连头毛拢全部撑了起来，指着公主说：王妃，我对你百般宠爱，无想到你竟然敢侮辱我，挑战我的权威，简直是无法无天。面对暴怒的父亲，公主依旧无退缩，伊除了请父亲息怒之外，也甲父亲讲，家己未在意另外一半的家世，伊看中的是人品，而且希望对方甲伊有共同的话题、兴趣，彼此情投意合。公主又宣称，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所定下的婚约是人婚，元老替伊撮合的是天婚，因此，伊想遵照元老的指示，按照元老教好伊的方式，求得天婚。国王当然未同意。伊对公主讲：“水牛是畜生，无识在富贵的人家。万一伊带你行去一个平凡的家庭，也是一个善者的平民的厝内，难道伊嘛要接受吗？”国王阁讲：“我绝对袂予你做这种戆代志。这若是传出去，我会予全国的百姓笑死。你叫我的民主要囥一堆呢？”你若一定要安尼做，我就教你断绝父女的关系，就当作我从来无生过你一个祖子。公主听完国王的话，心肝内真艰苦，但是伊坚持唔肯退让，所以就对国王讲：“对不起，女儿只好予你伤心啊。”国王会手讲：“你离开吧，我袂阁留你，也有。”以后若是要见我，除非伫涂骹铺银砖，伫河面造金桥，啊，若无你永远唔通行入大理国的王宫。就这样，地花公主离开了王宫，伊将红线绑在水牛的牛角上，骑着水牛行向美丽的晚风，伊的心情也为依依不舍。转变成了满怀期待，在内心不断的祈祷：“元老啊，
请你多多帮忙，让我早日拄到如意郎君。这只水牛慢悠悠地行着，地花公主坐伫牛背上欣赏风景，不知不觉地已经行了一整个早起，来到风光明媚的泥海。水牛沿着河边继续行，行到一个绿意盎然的草坡，才停下来悠哉地吃草。地花公主也无催促伊，也叫伊食较慢一点啊，小心卖惊着了。水牛食饱后，又往前行了几落步，来到一条清澈的小溪啉水。公主也跟着到小溪边洗一个面，也甲水牛做伙耍水，享受以前伫王宫中未曾感受过的自由后，才心满意足的重新上路。行着行着，最后在黄昏时候，水牛行入一座小村庄，转了一个弯后，来到一条非常狭隘的巷仔前。往前行了三步，却又退后三步。地花公主看到了后，想讲：八成这条巷仔太矮啊，牛角又太宽了。因此水牛行不过去，所以公主便伸出手，拿住牛角，出力地将牛角往上一弯，水牛将伊顺利行过去，行到巷仔的尽头，停在一户人家的埕头前，无行了。这个时候，地花公主的心情突然变得万分紧张，也带有一种无法形容的灼热感。伊心想：我的姻缘就伫这搭吗？我要如何向这户人家开嘴，说明家己的来意？敢会去予我惊着？公主正咧丢拄着，敢要去弄门？想袂到门居然打开了。原来是水牛挂伫红军的铃铛发出声音，才引起注意。大娘听到声音，就出来开门，看是谁来啊？门一拍开，看到一位美丽姑娘，身上穿的是绫罗绸缎。大娘感觉真奇怪，就问伊讲：“你是对一家的千金小姐，无代无志走来阮单家人的厝要创什么？”地花公主无希望引起误会，干脆大方表明家己的身份。伊对大娘讲：我是国王的女儿，地花公主。因为我梦到月下老人，是伊指点我骑水牛找姻缘。看水牛停伫对一户人家，我就嫁予迄户人家的男主。请问大娘，你厝内是毋是有还未婚配的青年呢？大娘听地花公主这样一说，面上随即露出又惊又喜的表情，开嘴讲：“原道确实是有一个也未成亲的少年家，叫做陈俊，毋是我这个做娘的在娱乐。阮囝生得英俊又强壮，为人孝顺又勤奋，无任何不良的兴趣。”绝对会是查某囡仔人可靠的另外一半。前几日，伊也甲我讲，讲家己也梦到了月下老人，元老声称不久后，就会有一只牛角绑着红线的水牛来阮兜。牛背上坐着的姑娘，前世甲伊有姻缘，今生注定会结为夫妻。看来那个人正是你，这真是不可思议啊！但大娘真紧便话锋一转，接着讲：阮囝是一个樵夫，一大透早便上山去采茶了，无伫厝内。我想，反正恁也未见着面，你不如就先离开吧。毕竟，阮的生活过得
并无算宽容，你又是尊贵的公主，何你嫁入来，实在太委屈了，我袂当同意。公主听了，顿时明白这是一户善良的好人家，就笑着回答：“大娘，你唔免担心，既然是上天注定的姻缘，我甲恁家肯定会当相处融洽的。我相信，只要阮同心协力，愿意同甘共苦，搁较苦的日子也会慢慢过得甘甜。”公主果真讲到做到，伊马上选好水牛，便赶去树荫，开始帮忙大娘摒扫厝内，洗衫破茶，洗菜煮饭，各项来。等待着丹尊回来厝，虽然公主是第一次做这挂家务事，脚手显得真缓慢，可是大娘看了，仍旧十分感动。丹尊回来到厝，看到厝内加一位美丽女子，伊第一眼看到就爱着伊啊。后来当伊知影女子不但是徛水牛内，也是大大有名的地位公主了后，伊的心情真激动，阁真欢喜。地位公主对丹尊同款是一见钟情，所以丹大娘就无阁再反对啊。替这两个少年人举行一场简单气派的婚礼。今天的故事咱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请继续收看《风神榜神之传说》原来老人的故事，咱下回再见。看精华，听重点，一起来聊月下老人的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佩晨。月老立刻动手，将一对人偶上的红线解开，重新绑在脚踝上，接着换成月老板着脸孔教训洪子豪说，绑错红线虽然影响到了气血的运用，可是你的脑袋仍然是清楚的，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不懂得互相包容各退一步的道理，非要和你家娘子在口舌上争输赢，巧赢了你有比较开心吗？夫妻的感情反而变差了，这样值得吗？茶花公主只好祈求上天出现奇迹，能够扭转自己的命运。月老感应到了，就托梦给茶花公主。在梦中，月老拿出了一条红线交给茶花公主，接着说，只要将这条红线绑在水牛的牛角上，再骑着水牛，水牛就会带你指引方向，带你找到属于你真正的姻缘。水牛走进了一座小村庄，转了一个弯，来到了一条非常狭窄的巷子前，往前走三步，再退后走三步。茶花公主看见后，知道这条巷子太窄了，牛角又太宽了，所以水牛进不去，就伸出手握住牛角，使劲地将牛角往上一弯，水牛终于顺利通过，走到了巷子的尽头，停在一户人家的院子前，就不走了。陈大娘要茶花公主离开，毕竟他们的生活并不宽裕，让公主嫁进来实在是太委屈了。公主却不这么认为，她笑着回答，大娘您不用担心，我和陈俊既然是上天注定的姻缘，肯定能相处融洽，只要我们同心协力，愿意同甘共苦，再苦的日子也会变得甘甜。感谢您今天的收看，三分钟聊月下老人，我们下次再见。佛教对于广度众生是报众生恩，作为一个佛教徒，首先要孝顺父母，然后再去布施。十方法界自制节目阐扬对孝道的赞叹，尤其重视对忠孝的实践，以人伦故事实践佛陀的教示，承载菩萨宏愿的精神，让我们共同努力，以节目净化人心，以智慧寻友向善。您的每一分护持，我们都充分地运用在节目的制作经费上。话拨账号
0243-4227-4784，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。心佛拢献花，玉皇大帝伫天顶，只敢度恶好众生。众生献花在民间，故事精彩代代传。好请众生来保庇，同心奉上点心为。众生点心为，安民观公上开公义气。革命时代道公，在今夜叫做着光明，不在心如你感觉荒凉。为民发风是上帝公，发现过海电信通。三清道祖是教主，主管三界化万物。造神爷伊上爱食甜，是上心爱拜祭，两手菩萨有两经，文武相传，大汉拢会通。寒山拾着真好啊，亲像白镜古未相当。三太子二路车骑风火轮，伊上解怕，二路佛度大大，欢欢喜喜，啥物拢唔惊。先风爷上路点算盘，做好做歹伊谁知影？车脚大仙人望山，世间代志搁要定当。土海人上爱拜妈祖，想好伊人平安免烦恼。临走地府有阎罗王，若是做歹伊头一个知。放空唔通了心来做歹，卡踏实地求众生来保庇，予你无烦无恼。